巧克力香味啊，25、26、27、28，还不够啊！现在呢，老弟再加两枚啊！咱现在呢是19.9的价格，整整倒数20枚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啊，咱再直接挂一张4元的优惠券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15.9给咱发20枚生巧福团。哥姐们啊，这个呢是憨豆熊家的生巧福团啊，也不是那种小杂牌，咱拆开一包看一下里面的分量啊。咱先吃一个不加热的，待会儿吃一个加热的啊。啊，看一下这个个头啊，也不小。外面呢是一层厚厚的可可粉啊，中间呢是一层糯米皮啊，里面呢就是法芙娜脆脆桌，还有那个爆浆巧克力。嗯，咱先吃个不加热的啊，待会儿呢再吃一个加热的。嗯，巧克力香味啊，特别浓郁，它这个口味呢是微苦微甜的啊。嗯，特别醇香，里面呢还有法芙娜脆脆桌啊，卡芳脆。嗯。嗯，特别过瘾。咱再来一个加热的啊，加热的呢香味会更浓郁一点啊，特别好吧。哇，嗯，拉丝了。嗯，加热的会更香一点。嗯，哥姐们啊，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啊！老弟还挂了一张4元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5.9给咱发整整20枚生巧福团啊！厂家控价之后，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，咱赶紧去搂一单啊！嗯，特别醇香，特别好吃。嗯。